传闻天目山上有一野王，凡进山犯其领地者，皆被其驱鹿屠杀，吞尸食骨，使人谈之色变，称之山魁。而无人知晓，这野王本是一山族孩童，之所以变成食人之山魁，乃是因为15年前那一场屠杀。这日，妹妹给山魁做了她最喜欢吃的烤肉。哥，赶紧去林后面采些盐穗去。谁知这顿烤肉却是他和妹妹最后一次晚餐。你不会真要撞到山魁吗？你们谁要是敢跑，回去我就杀你们全家。山魁呀，这就是一只大猴子。
看。山鬼依山筑巢，你当年救他的猩猩相依为命，所有闯入山林的人都被他视作仇敌，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娃闯入了他的领地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刘哥，你脸色发黄，有没有感觉自己浑身无力？这根高丽红参补气调血，赶紧换一件大虾。哎，刘哥，你手上脱皮好严重啊！这根天山雪莲，给你换两只大闸蟹，你肯定不亏。走了，回见。好丫头，又来变态啊你！你怎么被这么多人欺负啊你？我的妈！媳妇，夏夏，坤儿他娘死得早，他那赌鬼老爹几个月才回来，就那点东西，给他算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离开这儿。爹，你又去赌了。走前面去，老大。兄弟，家是山鬼杀的，老赵啊，别紧张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来搞清楚，为什么山鬼和猩猩把所有人都杀了，可就是没杀你。兄弟，这事跟坤儿没关系，我说的可都是。行啊，小子，比你爹有种啊！哎，你爹跟我做土匪那会儿，杀人都不眨眼，但你看看现在这个窝囊劲儿！不许那么凶我爹！带上家伙，去打猎。山鬼吗？啊呜啊呜啊呜！你不是喜欢撒面粉吗？撒呀！我跟你拼了！窝囊废，我杀了你。
这小丫头，不杀留着过年啊！是。是失去唯一亲人的空儿，决心用红颜果报仇，而寻着果子，便要独闯那山魁的地盘。都只有我高山熊欺负人，没有人敢欺负我。我这话都没说完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这个仇不报，我怎么做大哥？熊爷，熊爷，我让你办的事儿呢？你让我找的高手已经来了。
你给我是个女人。收了，送到我房间。瞧不起女人，大哥，此乃本院大榜第一高手，佛手十三妹，借双手灵巧，速度惊人，胜似千手观音，贵有此名啊！好一个佛手，佛手十三妹，还不都跪下？跪下！先说好，我不杀无名小卒。只杀穷凶极恶之徒，恶的很呐！烧杀抢掠那可无恶不作呀！来人，带女侠进山。是。嘿，本女侠只单独行事，别跟着我，溅你们一身血。明白，高手的规矩。待我杀了那野人，便让我的信鸽来报。记住，事成之后，我要我的名号。传遍武林。小妹妹，这山上到处都是机关，你上来干嘛？我来找这种会爆炸的果子，你见过吗？红颜果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我爹被坏人杀死了，我要用它报仇。你说的坏人是他吗？在下佛手十三妹山葵，听闻你作恶多端，今日本女侠便要替天行道。Yeah!
你好。受伤了。快把他翻过来。听不懂人话，你能听懂我说话？快抓他胳膊！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再使劲儿。好像中毒了。你是说治病吗？那我得先检查一下。是中毒了，已经很深了，你带他下山吧，山下的医生说不定能救他。哦，不过我爹的医术说过，天目山上有三种药材，地灵参、凤葵草和乌灵藻，把这三种宝贝磨成药能解百毒。我要是帮你救了他，你得帮我下山报仇。你那么厉害，他们肯定打不过你的。那你给我几颗这种果子，我自己去。那我也不帮你。我自己去找浩然国。哼。
你就是答应了。我们明早就去找天目三宝。我爹说地灵身生长隐秘，但它的周围经常会长些红豇豆，就是那种红红的小豆子。这是你做的？是你用来防山下人的吗？这么大的林子，你得造多少个这样的机关才能不让别人上山啊？造这么多机关，不怕弄死你自己啊？都做了标记。都怪你弄那么多机关耽误了事儿。你看天都黑了还什么都没找着呢。快看，红豇豆。地灵身应该就在附近了，我们快去找。怎么了？这气有毒，怎么办？地灵身周围都是会放毒的植物。
哭。我冒着生命危险帮你拿到参，你就给我吃这个。待会儿别跟我要肉吃。好香，我都等不及了。你不是不吃吗？过来干嘛？还敢抢？哥，赶紧去林后面采些盐碎去。生气啦？那给你吃吧。哎，只有野人吃饭才用手抓用刀叉的，你得学会用筷子，懂了吗？上的也不能吃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我来给你夹吧。那给你吃吧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住在这山上，当然尝不到这种美味了。吃过，谁做的？我娘死得早，那时候我就每天哭，然后我爹就会给我揉个面团，我就捏呀捏，捏着捏着心情就好很多了。妮妮爸应该也可以，来，你试试。这样捏捏，怎么样，好多了吧？哎，我给他也弄点肉吃。为什么他总是那么讨厌我？
杀下人，热爱的爱家人。那你呢？你的家人呢？会功夫还用靠个女人？兄弟们拿上家伙，咱们上山。是大哥。大哥，满山都是陷阱，去了必死无疑呀。请问佛手十三妹是否来过此地啊？你谁啊？此乃大鹏第一高手，佛手一刀啊。他也这么说，这刀绝对是真的。你是佛手一刀？都是虚名。看来二位见过我妹妹了，她在哪儿？原来她是您妹妹啊！您来晚了。什么？我让令妹上山去帮我杀个野人，可谁知道？谁知道令妹打不过那个野人，反被那野人……我正准备上山去替令妹报仇。他在哪儿？就在后山，给他下带路。慢着，谁都别跟着我，小心溅一身血。这兄妹俩真是一个德行。凤葵草一般都不难见到，但是它都是长在高处的。大叔，看那儿，凤葵草。小心，凤葵草胆子很小的。我可不会爬树啊！你又打什么坏主意呢？你放开，放开！哎，放下来，我大哥！哎，放下来！放下来！
你这么担心我？你怎么了？我逗你玩的，你看。叔，为什么咱们一路上遇到的红颜草都没有结果？这好了，不生你的气了。风葵草也找到了，咱们今晚再吃一顿烤肉怎么样？山里还有什么能烤的吗？救我！
小姐姐，你醒了。小姐姐，你是不是长这个？不用过来。你别乱动，我们刚给你服好药。你们为何救我？你不也救过我吗？大叔是好人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要杀我？是高山兄派你来杀大叔的。小姐姐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帮高山兄那个大坏蛋杀大叔？这野人为患山林作多端，人人得诛之。大叔不是坏人，高山兄才是。他杀了我爹，还是大叔救了我的。这副德行，你告诉我他是好人？大叔只是外表糟了点，洗洗就能看了。别讲了，你等一下。大叔，你跟我来，给你包装一下，跟我来。别动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呦，毛可真长啊！别动。哎，站好。哇，好漂亮！这是你妹妹的衣服。看还是大叔好看？当然是你好看。
我不信，你刚刚看到大叔脸都红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堂堂女侠。呀，下雨了。小姐的伤不能碰水。大叔，你愣在那里干嘛呀？快来帮忙！好香。现在身上条件有限，等到我们下山了，我就给你们做顿我最拿手的菜。大叔，你想一辈子都做山葵吗？那我要是下山了，你会想我吗？看你吓的，我要是下山了，你可以来找我玩啊，我家就在天目山脚下，房间挂满药的就是，你随时都可以来的。等我拿了果子，报了仇，我就打算回家开一间小饭馆。大叔，你来帮我打猎，我给你做饭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的鸽子烤好了，给我吃一口吧。不许抢！你都给我吃完了。烟果，为什么咱们一路上遇到的红烟草都没有结果？果子全摘了，我爹骗我，你也骗我。下去，就算没有果子，我也回去报仇。我才不要跟你躲在山林里当野人，你妹妹就是被你的胆小害死的。我没有说错。小姑娘走了，说要下山报仇。我哥为了把我留在家里，也经常把我的剑藏起来，但他留不住我，想走的是心，又不是剑。是你杀了我老妹。哥，老妹，你还活着？老妹还成这样，受死！
事了。跟我回去。阿哥，你我跟恒哥缘分不散的了，你能不能做我案件消失啊？不要再影响我闯荡江湖的了。元娘做得早，我是你哥哥，斩寻渔夫，何该我干么子法，你都不听呢？听你的话，怎么你说话，怎么你怕啥？外面那么危险，飞舞有么子不好？何该危险的啦，我不就过得好好的吗？几天不见，你都快变成残废的嘞，你还敢不危险？那残废，啊残废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呢。不残废，我就晓得对别个小耗子，你说我？你。老妹啊，听哥哥一句话啊，回家，你姑娘家的，不要再做么子大小梦的咯。我不。老妹啊，哥哥对不住的啊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把我的靴子解开。你怕是怕的老火吧你？我恨你，恨你！有没有搞错啊，高手？人都打晕了还不杀？你是个江湖人，说过杀那野人就要杀那野人，你这样不讲信用，我很难受的。这样好了，我出一千两，上山帮我补两趟。我老妹不想杀的人，我就不能杀。让开！我熊爷稍安勿躁，我听闻这个佛手一刀随身带有一本神功秘籍。既然江湖中人靠不住，那咱们不如靠自己。今天晚上做了他们兄妹俩，拿到秘籍，您不就成高手了吗？报仇指日可待。这下要齐了。小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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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帮我解开穴道。那我要是帮你解开了，你得帮我报仇，杀了高山熊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快点。怎么解啊？叔，我在给你蒸螃蟹呢。
他的，一教就会啊。快走，别让我哥发现。哎哎，哇，你放我下来，我好不容易才来报仇的，你耍赖啊！睡觉，谁呀？老妹，快离开这儿！离开！吓我一跳！看来我大仇得报啊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！看看这什么神功秘籍？嗯，太阳花宝典。就是所有人上山，熊爷，所有人，所有人，大叔呢？都炸不死你们！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跟着你不就能避开那些机关了？我哥没跟来。你可真有个好哥哥，临死的时候还在叫你的名字。不可能，我哥武功那么高强，怎么可能死在你手上？我也后悔啊，拿了本没用的秘籍，还出。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那个野人啊，我治不了。爹的面具，你去过我家？杀我小妹！不可能！大叔。
生气啦？那，给你吃吧。地灵参、凤葵草和乌灵枣，把这三种宝贝磨成药，能解百毒。吃饭才用手抓，你得学会用筷子，懂了吗？我才不要跟你躲在山林里当野人，你妹妹就是被你的胆小害死的。报仇吧。
笑吧。 大礼。 记得十几年前，我为了坐上帮主的位置，上山杀光了一个山族部落。 当时跑了一个小鬼，那个小王八蛋就是你吧？快看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人。
子要神功护体了！真是低估你了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弄点迷药提提神。啥性爆炸？泡了水的红颜果，怎么杀人啊？啊！是谁说泡了水就不能炸？这么容易死吗？老子可是神功护体。
金钉子，还小，里面比我伤得重呢。小心，让我来。你可是王府尹的小女儿。哎，我跟老美啊，哎，你还扶哥哥好了啊。走开，慢点，可是走喽。你不要打扰我。哎，我实在是疼嘞。我拉倒，我拉倒。老美，哎，你扶我一下，扶我一下喽。你走啥？